个十百千万，好家伙，居然是10000亿滴血跑酷。话说这后面得有多少个零啊？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只有6滴血啊？可恶，看来又是被作者给忽悠了。就是，这作者也太坏了吧，只有6滴血怎么才能通关啊？哎，不对，臭兔子，你是不是又在骗我？说不定还和上次一样，只要跳进岩浆里面狗带，就可以直接获得10000亿滴血。哎，怎么还是6滴血？这不科学的。切，同样的套路，我怎么可能会骗你两次？这次只有6滴血，你自己就慢慢想办法过去吧。哼，不就是岩浆加硫磺晶沙跑酷吗？这能有什么难的？我可是跑酷大神，只要掌握好节奏，那还不是分分钟过去。好吧，有点不太好操作啊。看我再接着来，伙伴，请把小迷加油打在公屏上。千万不要告诉小迷，只要点击关卡的 NPC 就可以直接获得超多血量。臭兔子，你又在自言自语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在给你加油打气呢。快闭上你的乌鸦嘴吧，少影响我在这边跑酷。嘿嘿，直接轻松通过第一关，点我取得9990生命值。哎，小咪别点，只要碰到它就会狗带。狗什么带？好家伙，你没看，我直接拥有了99万滴血。虽然没有10000亿滴血，不过这些血量已经完全够用的了。可恶，居然还是被你给发现了。哎，臭小迷，你的方向跑反了，终点在另外一侧。这个我当然知道，现在我已经拥有这么多血量了，当然是再玩一遍了。不是吧，你这也太凡尔赛了吧。这岩浆的温度好舒服啊。嘿嘿，在里面想怎么游就怎么游。哎呦我的妈！然后第二关直接随便跳就能过去。第三关刺葵根本没有伤害，就算光着脚也不怕。最后一关是灌木丛，看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，这按摩的力度有点不够，倒是用力啊。好吧，这就通关了。我这99万滴血连个零头都还没掉呢，算了，直接吃星星吧。